香港人的主場，我們擔憂，但是我們絕對誓不罷休，是嗎？ Even not a response to the opinion of peo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ver hear us. We are not that easy to live. We have the right to te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 government we need real democracy.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It's not just a student action anymore. Because we're just a Hong Konger, we want to save our home.香港的雨伞运动进入关键时刻，又有两名学生加入了学民思潮的绝食行动。召集人黄之锋由于血糖过低，今天他在医生的劝谕之下喝了葡萄糖水。那么黄之锋也继续呼吁梁振英要重启政改对话，化解社会问题。顶着入冬低温，学民思潮五名成员继续在金钟雨伞广场绝食。其中最早参与绝食的召集人黄之锋等三人已经绝食超过60小时，因为体力不支、血糖过低，在医生的劝谕下，他喝下葡萄糖水补充体力。我原本是希望就系话喺绝食期间咧，都系坚持要饮清水嘅，咁但系都因为真系身体非常不适啦，心跳系升到去106。咁再加上就係話，琴晚到而家咧，嗰個嘅血糖值都係低到跌破3，係得2.7。咁所以我最後都係飲咗葡萄糖，咁喺呢度係要向公眾係對道歉嘅。对于特首办说学民的诉求不符合法律程序、不切实际，黄之锋强调仍然有对话的空间。咁但其实而家学生要求嘅，即系就住化解社会矛盾，去解决社会问题，尝试去探讨重启政改可能性。而家唔系政府接唔接纳诉求嘅问题，而系政府愿唔愿意同学生讨论嘅问题。政府觉得立场南辕北辙或者唔同嘅谂法唔紧要，但我哋渴求嘅只系一个探讨重启政改嘅公开对话。其实探讨同埋对话有何尝不可呢？另外，对于学联计划在一星期内决定去留，黄之锋表示会与他们交流协调。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